拄仔我诶好兄弟甲我讲啦，讲若是少诶部分吼，真简单，一无名一条命。我老公啊，你著讲是，是，而且佫讲，毋管你安怎站安怎站，伊拢袂爱，伊若爱一声，打包两杯钱互你啦。安尼，喂。经典校区阿爸传家宝即将登场，于天、李美昭、兔子纯饰演一家人，侯一君饰演酒肉朋友，陈润饰演恶霸。话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妇人独立抚养两个儿子长大，妇人相当庆幸大儿子个性憨直，非常孝顺，无奈小儿子却生性爱玩，不学无术。正当这个妇人苦无对策，不知如何是好之时，屋外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还是啊，没请下。我今天的啊，我在啦，我在啦。请你坐哦，一定是在吃早餐。我吃早餐。这是啊，到底到底。哇，吃个早餐，来，尽量啦。我今天是要来讨笑的啦。恁后生在我开的交警欠足侪钱的，所以我今仔日是要来讨笑的。妈，我回来啊！拄才的妹妹不在给潇洒，就是。都莫过。啊，是今日是恁创啥的啦？嗯，阮昨去饮酒啊。我昨下饮酒，才饮到即摆透早去。人哦，讨笑讨到胃出来来啊！伊那个空空的这个。喂，你是要喊是无？啊，对，借钱就是孩子，这简单。啊，钱啊，提来。莱特，我无钱。哦，咱做忝的，行，咱来休困，行。休困。好啦，再来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吼。那，你号做林美照。是啊。我来表看看像美照。如何改变啊？哎呀，这多好能管呐！啊，无好，来困，来困。你真正忙啊，注意啊！都是迄哦，阮细汉囝啦，唉，真正哦，真歹势啊，去甲恁借钱，安尼啦，我讲哦。哎呦，你饮啥啦？一百两。啊，我来倒饮无。我提海啦，吼。一百两，系啊，迄一个五十两安尼啦。安尼一百两。安尼有啦。安尼拄好算利息啦。啊？对啦。本金我另工再来收，啊，还有本金哦。对，本金我另工再来，啊，这利息我先收起来，哈，再会。是，爷，来坐。是一百两嘞，哎呦，啊，就是安尼啦，妈妈想讲恁小弟啊，就细汉的哦，啊，才伤心啊。人讲哦，生弟弟早，生囝不好，就是安尼啦。生弟弟也早哦，我哪有听过？弟，我哪会爬灶顶去哦？你老囝妈妈就唔甘咩啦？别啦，卖伤心啦，无要紧啦。放心，妈妈甲你讲一个秘密。哦，什么？来，妈妈是头前伊拢会听着。你拢无听着哦？哦，恁老爸啊？哦，我们老爸。伊吼，在生的时阵。哦，阿未死的时阵嘿。交予我两只咱的传家宝。传家宝。嘿呀，伊讲哦。一项要给你，啊，一项要给恁小弟。哦，真赞，哎。啊，不过我即卖想的，恁小弟安尼这费力，啊，传家宝那是交予伊哦，一项也开了了，所以妈妈决定啊，两项拢给你。两项拢给我。啊，唔好啦，卖啦，啊，老爸在讲一人一份啊，唔好。啊，唔好诶。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拄则无听到吼，伊讲有两个传家宝，一个本地要给我，啊一个要给阿兄。哎，即卖伊反悔呢，两个拢要给阿兄，真乃会当的啊！我是你讲，你就无承认。恁母啊，即卖咧红花头，你即卖抢过，你传家宝嘛是摕袂到手啊，对无？所以即卖就爱演一出戏好看，你就爱安尼目屎滴两滴啊，让伊感动，你才有机会能摕到传家之宝啊！拜托，我查甫囝呢，哪有可能讲话哭就哭，是吧？对，啊你，无你即摆意思是
你需要倒三工，你有办法？绝对有的，来，你行两步，你确定就知道。好。好。喂，你做啥啦？你即马有要哭的感觉无？已经哭出来啦！哪里趁这个时阵，证书还搁得进去，进去。哦。妈！是的啦，拄只吼拢是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啊对啦，拄只听你讲迄传家宝吼，是不是要分分啊？你这么费力，我哪会放心把传家宝给你？我来给你哦，你前面嘛得去开了了。唔是啊，你讲哎，买你喜欢买哦。哎，菜呢就是要开钱啊。等下，妈，我紧。这代事交予我来处理，好、伯啊，我来处理。好啦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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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你讲，你不要讲。啊好啦，我替你想好办法啦，对我来就对啊。对你来。对对对。啊，这卖因两个是在比赛吧？啊，怎？哎呀，技术，技术，技术啊！妈，你看。不，你弟弟那穿啊嘞？我唔捌看伊穿安尼呢。系啊，恁爸死啊久，你还搁咧做好人？啊，无同款啊，这是较烂的衫尔啦。自即马开始，我拢穿烂衫就好啊。啊，这好的衫吼，我决定全部拢给阿兄穿。哦，真正，我唔捌穿过迄些烂的。有买伊啊吼？系啊，啊，干那即双尔，伊迄衫就侪，啊，搁有哦，侪哦。哦。啊，拢准备好恁阿兄。当然啊，妈，你看。我即马衫全部拢给哥哥，啊，拄则哭嘛哭，跪嘛跪，死你嘛悔改啊！传家宝，有啦有啦，阿母啊，我你讲啊，伊哦，你看连这个给我，有后悔啦，有反悔啦，有反悔哦，改过啦，好伊啦，我嘛感动咧，白当，哎，无路诶，玛丽啊，你过上时间做，淡定，忍耐，传家宝。拍谁啦？您继续，您继续。妈，拍谁啦？我谈到吼，我想要冲崩去啦。啊，我跟做这么多，你敢不敢跟我讲，我到底是倒位是做无好啊？你到今麦个无满意啊？我哪会放心啦？你外口这么呢哦，一拖拉裤呢，啊，汤家婆若搞坏你的手，马上嘛打屁屁。安尼我了解啊啦，阿兄，喂，我来解决。哦。干妈。啊！你这个意思就是讲，遐个节目若清清，你才会放心就对啊。啊，当然的啊，伊外口有节目哦。嘿，传家宝不是水杨伊。你头壳有清楚，真正有巧，你放心，这件代志，我绝对会去甲说，遐个小吼拢清清嘞，互你放心。真的？有影，我即摆就随去。即摆？系啊，无你要去倒？传家宝。了解，好，行。啊！我都哎呦天哪！喂，我不穿过这衫，还未歹哦。好啦，哎呦，啊，阿兄同学，哎呦，对，啊，真是啊，你嘛足无意思啊，你唔是讲高贵干阿才要来啊？对啊，我一班了你啊，你唔是讲啊要我喊？我嘛是要到厝啊，结果这两个过来找我，讲要伊当妈妈的面头前甲钱害我。啊，这帮咩处理啊？我跟你讲，卡等下哦，不管我讲任何话、做任何代志，你拢讲是甲对，安尼就好啊，知无？是，对，对，归类啊，归，是甲对，传家之宝，是，对，归类。哎，今麦归个安尼是咪啦？不啦，大个我甲你解释一下，拄好我个好兄弟甲我讲啦，讲那是小个部分哦，真简单。子母名一条命，我哪有讲啊？你著讲是，是。所以即马是要用身体来害钱的对啊。而且佫讲，唔管你安怎站安怎站，伊拢袂爱，伊若爱一声，打包两杯钱予你啊。安尼，喂。少年的叫小姨来啊！叫小姐你好，我看你骨头瓦钉，来啪！哎呦！爸，你为呢？好好好好好好好！
去啊吼，拢无爱啦。好啦，少年，你真正是袂歹，拍到安尼阁拢无爱，安尼啦，是怎啊？咱准拄煞。哦。哦，安尼好吧。好。哦。这件代志到这结束，行，来等。对，多谢你呢。好。孙家，孙家，莫送。谢谢。唔是。拄只拍干咧是免啦，哎呀，还馒头拢加咧呢，你咪袂喘气。阿母，我讲，俺小弟安尼哦，有心改过自新。对啊。你看迄阵拍迄样的咧，你看，哎呦，我看卖啊，哎呦，安尼，加油正果呢。哎呦，佮拍干安尼佮真缘投。安尼哦，你讲起来，拍嘛拍，拢做着啊，迄什么拢行清啊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佮伊两个有无？哈哈。多多阿兄阿爸，潘家宝，好啦，母也好啦，潘家宝，对啦，嘿啦嘿啦，阿老爸就有交代啊，讲一人一份啊，嘿啊，对啦，一人一人一个，你阿妹哦，哎，唔是咧，母啊，你拄则讲，敢若唔是安尼咧，你是讲一人一个咧，啊，唔是咧，哪咧哈？我一人一个，因为。你的个性这么花蕊，妈妈要来放心啦，对不？除非讲哦，我想到啊，人讲哦，成家立业，你就是还袂娶某，所以哦，心在那定袂乱。你若是讲哦，赶紧娶一个某哦，啊，对安尼哦，变较乖啦。哦，对啦，对啦。是这样对啦，妈妈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叫你紧娶一个某，啊某娶了，你就较安定啦，心唔得定落来。啊，不离啊，拢无要紧啊。这简单简单。系啊系啊，怡红院吹的有吧？莫坐等来去。拜托的，你去遐说，迄不是叫你讲以后夫妻个娶当啊，是要做永远的啊某呢？迄种较紧的，什么较紧？迄袂用的。哦，袂用的。一定爱良家妇女。对啦对啦，良家的啦。我你根本意见太尼济，娶某就娶某啊！你得功夫啊！丢传家之宝，无你拄只安尼去用白拍的，你知无？囡仔，这下林母啊，快点！好，母啊，我查。啊是讲吼，我无对象啊，是怎么样娶哈？简单呐，你唔知母啊，我听你的。母啊，再来个你哦，穿穿便便呐，你绝对欢迎。来哦。你看，你的新娘来啊！哎呦，我哪嘞？哎对对，哎对对，我呢跟我缘投，缘投啦！你本来就缘投，安尼哦，我今日看到我呢，伊会惊呢。别啦！哎呦，哈尼呀！哎呦，真真真！哎呦，卖拍死啦！哎呦！这当做哪嘛呢？我白讲啊！你那人你我白讲话，你较边啊嘞？哈，亲，你好啊！无啦，你死啊！别亲！什么亲啦？是新娘啦！是新娘啊！唔是啊，你拄则唔是讲二十痛啊？痛啊！得了了！哦，我是讲有痛，你痛到都唔知。我叫你听，我白讲。二十痛啊！痛一处的吧？无啦，哎呀，应该是二十几年前了吧？这位乌山小姐，你是不是二十通到长淡薄啊？有啦，我通出头无偌远啦呢。啊啦，你要娶唔娶？唔是哎，这娶唔娶？安尼好啊，我汤家婆我家己来。娶，真是要娶啊！把你的心意提出来。传家之宝，你若摕到手，你要娶几个某无？对无？迄明仔就甲你离咧啊，过啦。好啦，我看较详细咧啦吼，拄则徛远。这位欧巴桑小姐，哎你好，哎呀。你是无介意吼？啊，无介意不要紧啦，蛋糕。介意。介意啦。介意。啊，你真正要甲人娶呢呐？娶。哎呦，妈妈袂放心呐，万一哦，你若无介意哦，啊，娶你咪袂好，袂安怎？无你安尼，你安尼表现给妈妈看。好，你我你爱给你哦，我会当娶啊，传家宝。绝对好哩。好。我甲讲一下。好。哎，这位嗨。我刷你啦吼！啊，
结婚第二天，咱随离婚，你看到吗？有啦，伊答应啊啦，嘿啦，我们结婚啦，嘿啦。哎呦，有答应哦。如果我，我袂放心的，你无安尼一个爱的印记。定情之物就对啦。对。等，我先等。好。唔是干那小弟要讲真袂，人凡世人无爱啦。啊对哦。你袂无，讲那什么？袂无。袂人袂啦，袂啦。定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起啦，起啦，起啦！你把酒开起来。好了，好了，金条，金条，麻烦你了。但是，但你还做无生意啊？啊，你个无生意？哎，别，我试验。你真冇眼光。哎呀，阿内，阿爷。哦。哎，你还做甚大个？你免进路，我拄才进过来呢。等遐久啊，较紧。搁一届就对啦。对对，拍跑啊，拍跑啊。嘿，进进进进。我啦我啦。安尼就是我较有心意，对不对？嘿啊。不，安尼更袂用诶。心吗？安尼会当啊吼。会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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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听着吼？嗯。啊，唔紧登去。好。登紧登去，登去吼。啊！你咪讲话，等下洗吧。即马播嘛错啊，对不对？啊！你拄则有答应我啊，迄两个大阿伯赚的物件。哦，对啦，对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团家宝。对啊，出来本本的，一人一个。一人一个啊。本本的啦。过来提。好。耶耶耶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团家宝，恭喜。母啊！啊！你唔是变成团家宝？我想想想到，阿哥最后一站，卖阁讲啊，安就好啊啦。阁有一站哦，即最后一站哦，那无做甲到吼，我真正放袂落。好好好，我甲你讲哦，即间嘛搞气哦，我真正阮母太超过了。我拄则在讲啊，你即爿搞真相个地方啦。啊，你衫嘛互恁哥哥，啊拍嘛互阮拍，对无？啊帽你嘛穿，对唔？卖哦，卖无衫阁行哩。哦，中乖，中乖！哎，兄弟收落来，不要紧啦，兄弟收落来。所以这边，你妈妈都要讲，最后一遍，你都爱忍耐，不管你讲出什么条件，你拢答应你做个够，做个够。断脚之宝在阮到你的手啊，知？传家宝 ，Go！ 有啊，请说。足重要，你还听好清楚。好。妈妈想足久的，你会变这么飞雷，一定吼是去交到歹朋友，叫朋友给你拖屁去。所以，你要当妈妈的面头前，跟迄朋友无，无讲足讲话，无学习机会。我你讲，甲无较好好的地，等到哼哼哼，馒头体哩，你惊讲阿太哩？你看咱另外个只地板的人，等到来忙。无唔对，我给，你不辛苦。你慢走，你慢走，慢走。啊，我叫画家呢，你看。我贵，歹朋友，你真无路用你啊！歹朋友，歹朋友。好，你这朋友骨力我敢那老慢嘞。对啊，甲河流同款嘞。哎呀，嗯。哎母啊，哎最后一件，迄个人麻烦赶走啊，安尼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对啊，安尼拢总圆满解决。安尼我来提哈。多谢阿母。传家宝呢？传家宝啊，一人一个阿爸。太好嘞！啊，赞赞赞赞赞。来。恁阿爸在世的时阵讲，恁兄弟要一人一阿，阿你先请来。啊，无啦，我紧好，我大兄拢让小弟先请。真系好意思，对对，我先请。好。哇，这两阿一阿细啊，这样轻，敢那空空呢？这阿较重较大，较高嘛是算大阿呗，对吧？啊，各位。对对对阿兄，喂喂，我想真久，哦，我拄则比较，你看这个唔免够印花，有梅花鹿两只，这较简单，这较简单呢。啊，有啊，你过会牛阿兄。嘿呀，这上秀真这恐龙浪里无简单。对呀对呀，啊这边拿开，好安尼哦。哎呦，这遐侪银票啦。哦。哎呦，一张一千两啦。哎呦，啊这唔头五六千两有啊。哦。哦哎。哎呀，啊！你遐四样都五六千两，嗯，啊，我这大唔对，哦，金条啦，对唔对，母啊？对对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这过万两哦，你别开口，算算，都拍开口，好好好，太好了，啊，对啦，
阿爹跟我交代，明仔拍开哈。你不要开哦，我提来我。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好。赞哦。我是无啥了解啦，你当解释无？这个宝贝是咩物件哈？阿囝，嘿，你怎有感觉感动无？这银的呢？银的哦，嗯，这个猪头，猪头，所以老爸在世的时阵，伊安尼用一支安尼夸夸骨，夸夸哦，安尼哦，饲咱一家口啊，互咱安尼食好做辛苦，一家遐尔幸福，所以这个猪头，就是恁老爸的精神，对。延续下去，要把你爸爸的精神发扬光大，所以这就是人类上好的团结之宝。